接送在村民金乡中地中的永兴客家菜场剧团，陆神传承吹工客家戏曲超过35年呢。在今年的村民金乡中，用客家台戏《蓝凤村》韩国少年英雄你毕业记下红奖。不过，爱同传统的戏曲运用的传承下去，常用起没看到的也按多年来独到的挑战。唔但像现代嘅新人呢，直接就很得有机会接触，连观众区没有这么多嘅情形。第二日到了岐山，龟山望见一定本太家夜到树难。带领弟兄一千人天幕案件，够翻起了金，上独到很多嘅条件。老师听众。面对如外人一千，就等传统三苦街一年探牙切磋，没唔肯退让。客家新面罗凤坊还只是丰富嘅历史财产，改善当地流金技术，提升耕种方法，一步一步来将当地金面同客家族群。凤坊，家下唔条街有人来讲讲，今年嘅丰收节，你真金送给你一份彩礼啊！爷爷是太世家的功劳。永兴客家菜场剧团五空二三展示客家台戏《蓝凤村》，同十八世纪客家先民罗凤坊高翻戏师破罗珠打拼的故事，改编了后搬上舞台，对重建、服装、多金乐、龙发挥构思，融入当年出拳的元素。这是一个当年出拳呢，一个叫那个沙飞，也出戏的地方，叫。关涉到也相关以下嘅部门嘅事件，我哋要用个背景吼，做必须要有按呢个氛围，不说也摆用个，唔咩按单纯讲，就讲特别讲诶客家做客家诶，也系当年唔同姓宋本爱，爱嘅条假。永修祖基除了蓝凤村，永兴客家菜场剧团最近几年推出共客家抗疫三剧，共修祖故事的少年英雄，被许多国家浓厚的评价。同业客家戏曲按当年的唱永兴，共其传统戏曲按用上进展，更因为此时接触东关县。客座的新人呢，做在去参加的庙会啊、戏棚下教啊，也新人呢。附近有个人来做戏，模拟戏啊，他个都有卡打个天罗啊，告诉伊个啊，故说伊从小就无接触一条东西，还袂太，伊用一系列个人来感觉都无。除了培养后进，唱用戏的观察，得今年观众如团成，时间都算做出好戏，不过无观众，传统戏曲遇到前进的困难，强怕未系做慢嘅问题，未系日本主管机关天朝爱充实嘅课题。客家新闻记者综合报道。